两次行动都是我来，凭什么？你要当班长啊！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帮老班查个水落石出。李广东果然不是什么好鸟。李广东，你违法犯罪，不务正业，我已经报警了。班长到了，噔噔噔噔。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。